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比拉多说：为什么呢？他作了什么恶事呢？他们便极力的喊着说：把他钉十字架。马可福音十五章十四节。天父啊，求你不但赐我们悟性，能够明白事理，更求你使我们因敬畏你而有智慧去行事。昔日的民众受迷惑，被蒙蔽，竟然宁可要求释放杀人犯，而大声呼喊将耶稣钉十字架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设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感谢耶稣因承担我们的罪而感到遭神离弃之痛。求圣灵感动我们跟从主耶稣，如同昔日妇女们的心智，以致我们能够与耶稣同死同埋葬，继而经历将来使耶稣复活的大能，使我们永活复活。奉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